So according to this observer in Chinese, well, definitely, 西方奢侈品对中华文化解读使用方式变得更敏感。They are sensitive. They know that it is important. 西方奢侈品牌对中国的市场文化及民情了解。They don't understand. Even they understand a little bit, but they cannot understand in depth the Chinese culture. 资料在呈现时，不仅只使用图表，也可拥有资料探勘及向下挖掘的特性。当筛选某些资料时，则会得到与此资料有更相关联的资讯。先印证口红效应的部分。那在经济萧条、收入降低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倾向购买较低价的小样奢侈品。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我们发现26岁以上的人会比较愿意继续购买奢侈品。预算限制比较不会影响平时有购买口红习惯的人，但是会变相驱使一部分的人改选底妆产品，是最为突出的。那我们认为这个现象是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精品线，所以他们的口红也相对其他品牌突出。